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就准备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新的哦，好，新的进度，就是跟 Photoshop 怎么做结合，也就是你先在 Photoshop 先把它完成你的素材之后，我就可以直接拿到 A 里面来。我们上一个惯例用的方式，各位应该很清楚，我比较辛苦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要在这边再一个一个把场景安排好。可是其实这样的动作，我们可以直接在 Photoshop 或 Illustrator 里面就把它完成，这样就相对比较省事，对不对？好，而且那也是你最熟悉的软体嘛。这两个软体不熟悉的，应该不会在我们现场吧？还是只会在我们远距上面出现？好，反正那两套你平常每天在碰的，你一定要熟。那我们现在呢？Photoshop 我们当然也可以拿来用哦。所以呢，你点到这个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。上次有给各位看到这个影片，从56秒开始。好，广告不断。好，56秒。是的，在这里。对啊，你有没有感觉它的阴影是会动的？除了图片会动外，阴影会动，这样是模拟那个立体的感觉。好，所以我们就是要做这个效果，可以吧？这样，今天算是第四节课嘛，开始做这个。其实如果依照我们以前面对面的进度，这个大概是第三节课就会先做了。好，那我们就要来看看这个要怎么做咯。其实这种效果常常见到的，反正就是利用图层样式也好，或我们刚刚提到那个滤镜，下落式的滤镜都没有关系。那我们要做的大概会是这样的效果。这样有没有看到的？一样哈，所以呢，这个一样，我这里有准备一个学习重点，那也有把我上课的素材把它放在这里了。那如果你这个地方不能下载的，麻烦你从学校的数位学习平台，应该会被锁住吧？对了哈，很讨厌，最近都被锁起来。好，所以我就从学校的数位学习平台一样，你找这个。好，你就可以把它下载下来。我们先下载这个，伊拉吹的，我们后面再来讲，好不好？来，麻烦各位，现场的跟线上的同学，麻烦你把我们的素材从数位学习平台下载。好，我把这个也贴在我们的讨论区里面，所以线上的同学你就自己登录学校数位学习平台之后，就可以打开这个网址直接下载。一样的，下载好了之后呢，请你直接解压缩至此就好了。好，按右键解压缩至此，那个资料夹我帮你留着，在这里。所以麻烦各位先把我们的档案下载好。好，那我们就继续往下了哈。那么刚刚呢，请你也把我们的学习重点打开哦。你可以看到我们刚刚的这个资料夹里面大概包括了几个东西哦，有除了有 A 的专案档，然后呢你会看到 Footage 就是我里面的素材，那还有原始的就是那几个照片哦，当背景图的啦哦，当那个底就是相片的图，那完成的档案在这里。你有没有感觉到这个跟我们刚刚看的这种电子报动画不一样，里面是不是只有一个 PSD， 对不对？因为呢，你所有素材我都已经在 PSD 里面全部把它做好了，所以我可以先把这个档案打开。你可以把 PSD 的档案打开，我们一起来看看，你有没有感觉到我们这里的场景已经安排好了？这个是我最后希望出现的位置。那你往右手边。注意一下，在我们的图层里面，
有没有都有加上图层样式的阴影，是不是都加进去了？所以说我在这边做好就好了，直接拿进去是在 A 里面就可以马上做动画的，你就不用再自己重新安排一次，因为这个很重要。你如果老师在这边做好，然后还要打乱，再进去再排一次，就很浪费时间。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跟为什么要跟大家介绍这个范例的原因哈。所以呢，你只要在Flow下面把这些东西做好就好，那我们就可以进到 A 里面去。当然，在Illustrator的方式跟Photoshop 会有一点点不同，所以我把它分成两个范例来跟大家介绍。你看哦，我现在这里排好了，我拿到 A 之后，它会变成像这样，它会变成有一个资料夹，就储存你现在Photoshop 里面的图层。然后呢，它会帮你把 composition 我们讲的合成自动建立好，哦，自动建立好。所以呢，你不需要像我们刚刚电子报的方式，还要自己开一个新的，不用，你就直接把它做好了，这个直接打开就好了。那你就会看到在右手边这里就有完整的，这样了解？好，那我们马上来看一下怎么汇进去哦。好，怎么汇进去？来，我们先试看看，这个我就不要了，我就把它关掉，我把它关闭，好，整个全部关掉。好，我再开一个新的专案。现在确定完全空白的，那你要把Photoshop丢进来，有几种方法。最简单的方式 ，PSD 就给人家这样丢进来，这样有没有简单？好，这是最简单的。当然，你也可以从哪里，也可以从这个地方哈、哦。我们按一下滑鼠的右键，就是在我们的专案档，好、哦，专案这个面板，和卷的这个面板，按右键 Import， 你就选择 File， 好、哦，从这边叫进来。这也是可以，好，所以我先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来丢进来。那丢进来之后，因为他发现这是一个 PSD 的档案，所以说他就会跟我们一般丢素材进来不一样。我们一般如果是丢 PNG 啦、JPG、哦、GIF， 他就直接进来了，他懒得问你。但是呢，在这边有没有发现有三个选项可以选？一二三，啊，有三个选项。那如果你把我们现在这个素材当作 footage， 一般我们中文翻作什么？素材，也就是如果说你的 PSD 我并没有要做动画，我可能只是单纯拿进来当背景使用的，那你就不需要分图层。你用这种方式进来的时候，它有点类似各位在 Photoshop 做的一件事情，叫做平面化。你们有没有干过这种事情？有嘛？你就知道所有图层是合在一起不分开的，哦，所以这种方式通常我们 PSD 比较不会用这种方式处理，因为比较重要的我才用 PSD 嘛。那下面还有两个很接近的哦，哎，下面这里还有两个很接近的，有没有？那这两个的话呢，你看我先抓下来，有没有感觉字很像？这两个字很像。对不对？只插在后面，哦，只插在后面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学习重点，学习重点在这里，就在这里。我这里有解释，有没有？这个跟这个，那当然红色是比较重要的啊。所以其实平常我们最常用的就是这个 composition， 我还希望怎么样 ？return layer size， 也就是说，我们今天在这个 Photoshop 里面。你来看一下我们的图层，好，我们图层有很多没有错，但是当我点到它，来，我点自动萃取，好，我这个把它秀出来。你看我点到这个图层的时候，各位，这个图层，请问它的范围只有哪里？是整张的画面都是它的范围吗？没有，它是只有在这里，所以。我们刚刚这个选项 ，Return Layer Size， 就是说，你今天这个图档在 Photoshop 有多大张，我进来的时候我就维持跟你一样大张交进来，这样有没有清楚？那么相反的，上面这个就不一样哦。上面这个，如果你选择的是这个选项，
虽然我在 Photoshop 里面只有这么小张，但是我进到 A1 之后，其实你点到它的时候，它的这个变形的那个框框是这么大张，跟你的整张图片一样大。那你也许会觉得有点奇怪，怎么会这样处理？哎，有时候这样处理比较好。所以它有这两个选项，只是说同学还是要了解一下，我们最常用的原则上还是最下面这个。但是拜托你不要记那个最下面，因为它在不同的那个选，就是那个对话方块的时候，有可能这个顺序会不一样。你要看的是看懂字的内容，好吧？不要记那个我是选第几个哦，好，因为我怕各位常常会记那个第几个，这样有没有清楚了？好，所以我们在这边你选这个应该是比较没有问题的，好，就直接进来。那我们现在试看看，你看这里，我就选择这个 return the size。那他还会问你，请问你的图层样式要不要可以保留编辑，还是直接怎么样合并进去？哎，你们有没有做过一件事情，就是把图层样式怎么样按右键，有一个功能叫做建立图层，你们用过这个功能吗？没有，对不对？哎，有些时候我们因为图层样式也是有它功能限制，所以说我们会透过这种方式把图层样式直接打散掉。你看我先把它做一下，我在这里有没有，他问我要不要打散，你看这边是这里他已经打散了，也就是我这张照片现在呢，照片归照片，阴影归阴影，是独立出来了。当然因为你做了类似文字的打散的动作，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像这样点两下再去编辑它。好，所以这种方式就是刚刚 A1 这边他在问我们的。如果呢你希望我能够继续像图层样式这样编辑的，你就勾这个。如果你觉得哎，我图层样式比如说阴影我都不改变了，它只是我图层样子的一部分，你可以选择就把它合并起来，你就不能再去修改它。这样有没有了解？好，这样我没有用中文解释得很清楚。好，因为你先了解那个选项嘛，你就比较清楚。那预设值就是 enable。 来来，我们看一下我们左手边哦，这里有没有感觉到有一个资料夹长得跟你的 composition 名字一样，后面加上 layer， 这就是 Photoshop 里面的那些图层，有没有一个一个进来了？那你现在呢进来之后，请你把这个打开就好了，咚咚点两下，有没有感觉这边进来就跟我们在 Photoshop 看到的是一模一样？而且你如果用中文的图层名称有没有关系？没有关系，对不对？图层名称通通会进来。当然如果啦，如果你有要写程式的话，我们就会比较建议各位图层的名称用英文会比较好。好，但是如果以刚开始各位在学习在使用我们这套软体的时候，其实是没什么差别，因为你没有写程式就还 OK。 那你的尺寸也会跟刚刚一样哦，你看我们在 Photoshop 这边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影像的尺寸，影像尺寸现在哦，这里是公分，我把它换成像素。好，有没有1024×716？所以我们看看 A 里面它有没有跟你一样大。来，在这里 Composition， 我们刚刚呢建立的时候是用这个，如果你要看，要看的就要选第二个 Composition 的 Setting， 它的设定。好，我们从这里点下去。好，有没有注意到这两个数字是一样的，1024×716。因此如果你想做的是标准的尺寸，就麻烦各位以后你在 Photoshop 这边的时候呢，你在新增档案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感觉到 Photoshop 也能做视讯？有看到了吗？来，我问一下，平常这个选项应该是你连点都不会点吧？因为 Photoshop 跟你影片没有关系，对不对？可是它可以啊，你看我们从这里选的尺寸，有没有感觉跟你刚刚在选择 A1 的那个预设的尺寸都一样？
那你用这个方式设定好档案尺寸大小，进去就是一模一样的。好，所以你下次如果要做的时候，你在这边就开这个尺寸就好了。有没有注意到它解析度是72而已？你们千万不要拿印刷的概念拿来这里用哦，设个300 DPI， 你只能很骄傲的跟别人讲，我的档案比别人大，哦，我打开的速度比别人慢，就这样而已。所以做影片，因为是在荧幕上显示出来，因此不需要高的解析度，它只要就是你的长宽的像素正确就好了，这样 OK。好，所以这个各位可以留意一下。来，请问这样有没有问题？就是我们把它汇进去的那个选项，各位一定要稍微了解一下哦，不要弄错了。好，那这个部分呢，我就先暂时到这边结束一下。